Hello， 非常开心呢，这边透过友人呢接到这台 Skoda 的 Kodiaq， 可以开这台车呢，好到九份这边来旅游，体验这台车的状况怎么样呢？马上开这台车去旅行 ，Go！拍完了这个不厌亭的美景，然后你现在看我手上呢有这个空拍机，以及我们的车子 Skoda。然后作为一个 filmmaker， 你们知道最重要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是什么吗？就是车子的空间。filmmaker， 你们就一定会有很多的摄影器材。空拍机拍完了，我不用拆，我可以直接把它装进去，可以把我的 RED 跟我的稳定器分开来。然后这边可以放我的稳定器呢，这边呢就可以把我放我的 RED。摄影的背包呢，我们可以把它放到上面去，像这样子，可以看一下。OK， 大空间对 filmmaker 来讲呢是非常重要的。接下来呢，就来秀一段拍的影片 ，Let's go。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边为止结束啦。其实是我们今天辛辛苦苦的拍摄一整天的成果，然后一些唯美镜头，希望你们会喜欢这支影片。如果你们还没有订阅我们的影片的话，尽管去订阅。下次影片见喽，拜拜。